就在戏院灯光调暗的那一刻，也是最孤独的一刻。新晋导演压力是很大的。我拍电影，多数的时候都是不快乐的。举行首映会，大家晚上好。这部由陈子谦监制的方言电影容纳了广东、潮州、福建、海南及客家话，是本地五位导演的合力之作。回城六六七的电影正式开始。拢着的卡门，看起来。今年变咖哩厉害。导演巫俊峰在《夜曲》这部短片里还首次担任演员的角色。Action！ 戏里戏外，34岁的巫俊峰都是本地一个不折不扣的电影人。他还凭着自己的第二部电影《图形》获得海内外影展的多个奖项。图形以细腻的拍摄手法、说故事的功力，从行刑官的角度探讨死刑这个充满争议的课题。我所拍的影片不是为了要改变一个观点而去拍的，很多这些比较有争议性的一些课题，如果是就这样拿出来讨论，是很难找到一个结论。通过故事，我们能够深一层的去感受到一个角色的那个心路历程，就变成是一种人生的经历。从那里，我觉得那个心是可以转的，是可以变得比较开通一点。我15岁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电影梦，因为找到了一个心里想做的一件事，突然间有这样的一股力量。父母也是同意了。他从小都很乖的，而且他从来没有给我们问题的。我们很担忧哈，一方面，然后这种艺术的东西，有时候就是，尤其在新加坡，不是这么容易的，你知道。不过，因为他有这样的一种 passion 啊，所以我们也得支持他。在家人的支持下，俊峰在24岁那年完成了第一部长片电影《沙城》，《沙城》也是康城影展的入围影片。当时拍《沙城》的时候，也是，就是觉得有一点，还蛮单纯的啦，一种非常艺术家的角度去看待，也没有想到是为了。自己的事业还是怎样铺路，就没有想到第一部影片就入围了康城。通过他的电影，我们多少有认识他的内心世界。平时跟他从小跟他生活在一起，都没有跟他谈论这些东西。拍完《沙城》之后，严峻的现实逼到面前。俊峰想当个全职的电影人，竟是个难以实现的梦想。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个真正的电影工业，所以我们常常需要拍广告啊，拍一些其他的作品来维持自己的生活。第一部影片过后有一定的成绩过后，就毕竟会有一点压力了。那个时候想拍第二部影片的时候，就决定慢慢的去思考，去编写剧本。所以在拍图形的时候，心理上已经是有那种准备了。aku buat kerja pun ada tapi tak pandang apa kita lihat apa kau buat.Bapak kau dah kena gantung, kau masih lagi nak jadi hangman. Manusia jenis apa kau ni? Penulisan 的过程是蛮孤独的，必须要投入在那个角色的那个心里，有些时候是蛮黑暗的。我写到会有好像晚上会做噩梦这样的感觉。音效设计师林平利对俊峰的内心煎熬有很深的体会，他们不仅是同窗好友，还是合作伙伴。我跟俊峰合作了13年，然后我们做了2个长片，所以他第一部跟第二部都是一起合作的，还有很多短片，然后有几个广告这样子。他是一个很会听他的队友的意见的导演，他是那种他会觉得你是专家，所以他会听你给的意见，然后如果是更好的话他会同意。他不是一个很有 ego 的导演，他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朋友，他也很细心，他很勤劳啊，就是很像 Apprentice， 他大概用3到5年的时间写了剧本，是因为他要很公平完整去对待他所讲的人物，所以他才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做这个片子。全情投入，用心制作，图形不负众望，在世界各大影展中获奖无数，影片也参与了大约60个影展。他的努力是无可否认的，今天他有一点点小成绩，所以我们也感到很欣慰了。图形把新加坡电影推向国际舞台，俊峰也积极地推广本土电影，分享心得，希望本土电影能够大放异彩。But only one of you will walk away with a trophy。就在戏院灯光调暗的那一刻，整个过程到了这个时刻，就是终于能够把一部影片呈现给观众。在掌声或者没有掌声之间，首映礼的那一刻，其实对我来说也是最孤独的一刻。陆俊峰，我是新加坡的导演，可以吗？卸下导演的身份，吴俊峰在朋友廖杰凯的短片《夜曲》里第一次演戏。俊峰和杰凯虽然同是80后的电影人，不过两人的电影风格却截然不同。我看讲客人 OK 了，我们的 taste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因为每个人拍出的电影都不一样，都有不同的风格，那个电影才会有趣，才有值得去看的地方。他们都是在15岁的青春期立志投身电影事业。我第一次拿下那个摄影机的时候，不是拍电影，那时我是15岁，那时我跟我老师说我要拍一个 video 来当做我的那个 final project， 自己剪接，然后自己做了一个比较抽象的一部作品。
我第一部长片《红蜻蜓》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决定回新加坡，在这里发展我的艺术事业。那时候我在美国住了三年了，又回到新加坡，又看到新加坡变得那么多，我觉得可能要通过第一部电影把这些景、人还有一些物来记起来，然后我就开始写《红蜻蜓》这部电影的剧本。We can peek into their backyard. That looks like a bit. Thank you. That look like a dustbin to you. You are. 红蜻蜓是一部青春纪实影片，探讨年少时期对爱情与友情的青涩经历。父母看了我的电影都觉得有点看不懂。他背对了，那这个我们并没有说特别去刻意说要他去做什么东西呢，主要啊我相信是他自己去寻找，自己去走出这条路来。之后我来拍电影的时候，我大概24、25岁，我现在33岁，我也是自己也是本身也是变了。可以看得出时间一直在推动整个城市的变化，人的变化。如果我想再拍《红蜻蜓》这样的一部电影，那三个学生肯定是跟之前那三位学生完全不一样。即便《红蜻蜓》在国外影展获奖，回到国内却没有院线愿意上映。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赚不到钱的电影他们不愿意放，他们也是对艺术电影可能比较careful 了。那时我有把那个电影希望能够在新加坡国际影展放映，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没有选我的电影，但是我就觉得很失望了。那是因为是自己国家的影展嘛，没有落选了，所以我就在想可能有其他的办法能放映嘛。然后我们试了一年多，终于能够有一部戏院答应让我们放这部电影。所以你可以审视一下《852是去哪里》。他很执着，也不会放弃。这点的精神是我觉得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将来他做电影或者再做其他东西，我相信只要用这个样有这样的精神或者这样的毅力存在的话，还是可以把它做得好。对呀、啊。对。没有啊，没有配音。电影导演并不是杰凯的身份，他其实还有另一份工作。嗨，我是一个教师啊，那个是我的 day job， 但是我不是全职教师，我是兼职教师。我在新加坡艺术学校教了9年的时间。我从芝加哥艺术学院毕业回到新加坡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个想法，我肯定没有办法靠拍自己的电影来吃饭，我不想拍的没有兴趣的东西，我又不想待留我对电影的热忱，所以我就决定可能教书 is a good way。 我虽然教的是电影，但是更多时候是在教他们怎样去追求自己的理想， more than 怎样表达自己。可能这点跟我自己想要通过电影 to achieve what I want to achieve in my film, I try to inspire my students to do the same thing。 距离上一部长片已过了8年，这段日子他沉潜心情，酝酿故事，为了下一部片子蓄势待发。我拍电影多数的时候都是不快乐的，有时候是痛苦的，我都对自己所拍摄出来的作品不是很满意，所以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一个我能够拍得出我真的想要拍的电影。我在追逐我完美，但是可能没有一个完美的电影其实并不存在的。回程667汇集了新一代的导演，其中《客》这部短片是最年轻的张俊峰的作品。
太感好，我是张俊峰，我是一名新晋导演，在《回城六六七》里是负责客的这个短片，这也是我的第一部短片。客讲述的是客家妇女寻找先辈坟墓的旅程，俊峰也在短片中展现我国珍贵文化遗产的风貌。我觉得作为新加坡唯一一个的客家坟墓，这个坟墓很具有新加坡代表性，所以我以一个短片的一个模式把这个地方记载下来，把这里的美放进我的短片里面。作为一个新晋导演来讲的话，因为你之前是没有作品嘛，所以这是你第一个处女作，所以看了之后人家会以这个作品来评论这个导演的特色，这个导演所拍摄的方法，所以这个的压力是很大的。对，安子谁开始我是想当一名演员了，就参加了更多的剧场。若讲以天为地道，就会感受到自己善意。然后那时候我才发现到，其实当一名导演能控制更多的东西，当一名导演来做我想做的事，然后表达我所要讲的东西的话，那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东西了。在大学时期第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寻找一个实习的公司，我就是很想要进入 Western Dan 的这个公司。那时候我一寄了那个 resume 之后，我就开始去拍他的戏了。那时候我刚刚踏入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东西学好，把人家的名字记好，所以这样的话我才能对片场能给片场做出一些贡献啊。很多时候我还是在捧咖啡啊、扫地啊之类的，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七八十个人的咖啡的那个 order， 你买的东西会比较快，然后你分的咖啡会比较快咯。很多新一代的年轻人都有很多公主病啦，或者是王子病这样子的，可是在他的身上我没有看到这一点，我看到一个很积极去学习的一位年轻人，然后也不怕吃苦这样子，所以呢他在默默的耕耘，在做他的 PA， 我觉得那时候他是很自豪的。He's very sensitive 啦。我觉得你一定要把最小的东西做好，然后人家才会给你更大的责任去做好它。如果你连捧咖啡这个简单的工作都做不好的话，人家我觉得不敢把更大的责任交给你。The scene right will have because basically we just already sit down。我加入这里的时候就先做 casting， 啊，我就是开始帮忙找演员。我第一个副导的作品应该是《吃饱没》。啊，你哪有去关心这个？无啊，无，哈，无差。妈那也是。一开始我连方言都听不懂，你怎样去叫我导这部戏？可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锻炼的过程吧，因为你不可能，如果你要当一名导演的话，你一定要有机会就打嘛，所以可是我觉得这个当《假爸爸二》的导演的话，能是最好的，是因为我有陈子谦导演做靠山嘛。我记得很深刻的是陈子谦问我说，你要不要拍一部短片，他说你要拍一部有关于客家的一个短片，我那时候就客家，我连客家的文化跟语言都不懂，怎么拍一部短片。其实当我们开始 present 这个他上去说要做客这个项目，就是有一些人是不赞成的，
觉得说他太年轻了。可是我觉得说，我一直问你，是说觉得别人太年轻，可是你又不给他们机会去证明，这个不见得是一件，不，这是不公平的啦，我觉得是不公平。而且我觉得说，我们不要把胜败看得太重。一开始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对这里的文化真的是一窍不通，因为这里的墓碑有多久，这里的文化真的是我真的不懂。所以我一进来的时候，我看到一些管理员，我就问他们一些这里有关于这里的文化。拍完了之后，他那个管理员就问我说，你为什么知道这个故事？刻的这个故事不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它其实发生在很多人的身上，这是一个我能为很多人发出心声的一个短片。也是我还记得有一次首映礼过后，有一个大叔他走了向我，他的眼泪是一直哭的，他一直哭一直哭，他很感谢我做这部作品。所以我觉得每一部短片当然有每一个观众的有一点共鸣在。给大家拍张照片，然后请让我电影独特的光影生化，让导演在大银幕上娓娓述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Thank you. Bye bye. 更深刻的牵引受众，让他们在人生故事的共鸣中释放笑声和泪水，而这正是电影散发的巨大魅力。